周琦苗篮，漂亮，好球，好球，这脚步运用的非常好。对方具备一定的身高，对的反击，上线掩护，周琦拉开之后，看一个假的延误，制造十一号布尔耶维奇的犯规。周琦一看说，哎，对方这轮转没有过来，从我们这个角度看非常好一个通道，直接运球，因为他有这个能力。这次周琦呢处理的不错，充分制造杀伤，获得通过胜利去建立信心。对，漂亮，这个球呢周琦和易建联都在篮下，护框比较成功，出球，早快出球，因为方硕跟赵睿呢上球还是相对来比较快。周琦好球，哎呀，可惜了啊，可惜易建联扑出来了，防守给对方压力很大，不放弃，翟小川一路追过来，这个机会就是自己争取。对对，周琦苗篮，漂亮，好球，好球，这脚步运用的非常好。今天周琦明显的除了外线的侧影投篮之外，更坚决的往内线的杀伤，这个杀伤还不止。再看郭艾伦这边跟进，周琦跟进，好球。周琦今天第三次，最少三次，第三次，最少三次。赵睿给到周琦，小防大。所以其实我们说克罗地亚他的反击质量很高，限制很清晰。好球，周琦这次判断对了，奥拉克的稍微慢了一点点儿。我们需要郭艾伦的进攻，需要他的得分，需要他快速的反击，但是我们也需要他的组织能力。阿联的这个判断确实非常准。背转身，好球，好球啊！这段中国队打的连续性很强，而且利用郭艾伦的这种突破，对，就像您刚才说了，我现在有体力优势，我截球能力确实强，我正面突破上线你没法拦阻。哎，周琦说你拉开我来，自己来，对，哎，漂亮，差点来一助攻，对，有能力的那一个，这直接干下来，好球，被易建联轻松一个持球的空间，促成阿联这一次持球突破。但是这一次呢，就反过头来说，因为情绪上，你说让队员骂。转轮第二罚，哎，周琦又拿到了二次进攻机会，特别能考验这队员的。对，而且我们具备这样的实力，那我再要全方位的每一个细节。处理球并不主动，再飞速度，是。快轮给到周琦，好球！今天中国男篮的每一个队员。非常的卖力，非常的积极，包括李丹之后在场边也是这个全情的投入。好，这样的话双方的击掌致意，比赛已经是没有悬念，89-73，中国男篮是取得了本次四国邀请赛的第二场胜利。